天是着伊，我替伊担着伊。兄弟啊，我的心切切羡慕你，亲像路切切羡慕溪水。我的心最大羡慕上帝，就是我的上帝。我正是回到上帝面前来祈祷。我每日用我的目屎煮饭食。我早前甲亲人做阵去做，带伊甲上帝做。我随念遮个事，爱心念伊弟兄。我的心啊，一声事不准，声事在我内面流泪。你着毋忘上帝，因为伊的面向我来拯救我。所以我要感谢无路伊。我的上帝啊，我的心在我的内面不准。你的瀑布出声，就深淹甲深淹三叫伊。你的瀑布，你的大殿拢淹了我。总是耶和华，伊是要施出伊的慈爱。你是你予我唱歌，来唱。来修饰我活命的上帝，你啥事就记得我。我常常以为你是个恶人，多么歹命！我的嘴直直刺我，亲手打碎我的骨头。你的话讲无错，你的上帝是哪路？我的心啊，你啥事不准？
的心，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，你着尽力保守你的心，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。愿上帝祝福听讲一位啊，今仔学落伊的信徒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所有的同工，下日子个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感谢主，经过这个风灾以后，弟兄姊妹所有的教会，当有机会参加主日的上帝面前来参加敬拜上帝。我所读的圣经依然是箴言，伊讲你着尽心保守你的心，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。瓦基讲，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心的画面啊，用你的心画出。印第安人有一个传说，他们讲到一个爷爷，就是祖父，教导他的子孙，他的孙子一些生活的原则。这个印第安的老人说，孩子。但每一个人，每个人内心都有两只狼在搞着，其中一只非常的邪恶的狼，他很愤怒，很嫉妒，不愿意饶恕别人，进来去挑狗的。另外一只是很善良，充满了爱心，温柔一个强力。这个祖父跟小孩子讲说，人两只狼不在里面不断的打仗，心来一定得高见。这个小孩子不明白，想了一下就问说，爷爷到底那一只会赢啊？这个祖父微笑地对着这个孙子说，那就有看你平常在花心思去喂去照顾的是哪一只。如果人在喂养不饶恕，人一直喂养那个没有安全的，人一直喂养那个心里面的自卑，那一只狼的话，那么里面的那只狼越养就越大，越来就越强壮。我们可以举例来说，如果我们不断的去埋怨我们的生活，滴滴滴埋怨青蛙来累一切代志，我们用负面去评价我们的孩子，我们抱怨我们的丈夫，我们觉得我们的邻居很讨厌，我们不喜欢看到某一些人。讽刺的是，当我们越抱怨的时候，看起来我们的心得着释放；我们越抱怨的时候，心里面看起来不得着快乐。然后我们就找几个人，不停地讲，不停地讲，不停地讲。最后你会发现，你看，不只有我一个有这样的遭遇啊，大家都这样子。如果我们花心思一念去喂养那个负面的思想，其实就肉体来讲，对我们的感觉是很好。但我们可能不知道，当我们持续这样做的话，那里面那一只凶恶的、残酷的那个狼，会被我们喂养的越越大。亲爱的姊妹，咱大家拢是基督徒，没有人敢承认抱怨是对的。没有一间教会教导你怎么样去批评别人，这些都是我们暗地里在做。但我们的良心，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里面是 something wrong。当这些事情变成习惯了以后，即便咱感觉无啥对，
知道应该，却没有能力停下。咱拢是基督徒，上帝命令咱爱信仰中间来结出果子。不过人内底有两个，大家发作发起，中文发作律。亲像头先所讲的这个故事同款，内底有两种的困难的交织。保罗先生伫讲，我安尼我发现一个发起伫我内底就是。我想要做好的事，歹甲我斗阵搞作鬼。我内面迄个人是意爱上帝的话的，不过我看出伫我身躯有另外一个法则，甲我心思意念的交织，掠我去做我无愿意去做的代志，顺服伊罪的关系。这两个法则到底是什么？一个是咱心中的法则，一个是体内内的法则。其中一个律，我们是想要犯罪的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的本性就是顺着我们的喜好去做事。那种的力量，其实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那个力量继续不断的影响。但好消息就是，我们可以靠着神的力量，我们可以有另外一个力量来主导我们过一个得胜的人生。那个力量是愿意顺服神，愿意靠着神的话去活。但是这两个律在里面不断的打仗，看我们平常花时间在喂养。你就尽心尽力保守你的心，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。今现代已经一个智慧的话，假使咱在要伊人生的中间过德性的生活，心即个字代表心思意念的意思。即个心思意念包括咱的感情、咱的意志、咱的意向，内底归个心思意念。产生出来的会几十万，所以今年的四周内底讲我的囝，恁就注意听我讲的话，啊，耳孔听我所讲的，唔通离开你的目睭，会记得伫你的内心，因为你找到伊的人，就找到活命，佮通身躯得到勇敢。再来就是二十三章，念着真心保守你的心，因为伊是活命的伴。就四十讲，爱注意你的嘴；二十五章就六十讲，爱注意你的脚步。真言真言，指导我们一个方向，就是不只是我们心思意念，我们的头脑想要向往追求那个美善。他教导我们，我们知道那个美善里头，包括我们的嘴巴所讲出来的话，包括我们所想的话，包括我们所走的路，都跟我们所向往的那个美好是一致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相信在被这种负面的思想去捆绑，我们想要抱怨的时候，一些的心百姓们两个共。我一定爱继续喂养那个负面的习惯。咱的习惯来讲，我今日继续这种负面的生活继续落去，还是讲怪爱怪自控制怪派怪事。好自己在上帝面前踏进更加进一步。反过来，如果我们的人生，我们花的时间、花的金钱、花的意愿，我们开始建立一个使人和睦的人生、使人和睦的习惯，我们开始建立一个养成一个可以忍耐的习惯、温柔的习惯、谦卑的习惯、不虚假去赞美人的习惯，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
我头个四年去改变，一直改变，一直改变，改变了以后，那些好的人格特质，慢慢会成为我们自己的财产。如果想要做出一个好的选择，我们不只是不要靠近负面的想法、思想去生活，我们反过来要在实际的事情上面看见神的美意。我知道我们所有的人，有些人生活很艰难，他的家庭很艰难，他的遇见的遭遇也是很艰难。我们可不可以在神面前说，感谢你让我有一个不错的家庭，虽然我的家庭比不上别人的家庭，但是你的恩典够用了。我们可不可以感谢上帝说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一间不错的教会，虽然我的教会比不上某某人某一间的教会，但是父啊，你透过这个教会建造我成为门徒。虽然人跟人之间，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生活的地方有很多很多的问题，但是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我们为神而做，不是为人而做的时候，得胜的生活就会开始。当我们决定做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去喂养那个对的事情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就正在建立一个新的习惯。所谓习惯，这是一种经过学习以后，最后你甚至会没有经过思考，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行为，这个叫做习惯。如果我们习惯去批评的、论断的、埋怨的，看到所有的事情自动的就会批评、埋怨、论断。但如果我们发现这样是不对的，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以后，我们应该采取一些行动。习惯是从我们过去的文化产生的。如果很不幸，我生长的家庭是一个每天都在批评、论断、抱怨的家庭，对不起，很有可能我的人生、我的人格特质不知不觉养成了这种负面的思想，但不代表它是对的。当我们在处在一个非常的负面、讽刺、没有礼貌的当中，我们的同样也是完成这样的行为。问题很严重的是，我们会不知不觉把这种垃圾性的人格传承到你的下一代。估计他烟酒共，男的一想的生活中间不高兴，我有九成的是基于我们生活的习惯。所以说透早过起来以后，到暗时一睏，一天的内底所做的代志，拢有九成是习惯性的事。九成的事情没有新的，都是习惯。我习惯喝咖啡，习惯看电视，习惯骂人，习惯买菜，习惯走那条路，都是习惯。这是自动进行的。我们做的那些我们总是在做的事，但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要改变的话，我们永远都在习惯里面兜圈圈。所以如果想要靠近真理而得胜，我们必须要觉知，刻意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。我们不能继续去做那些原本我们本来就做的事情，然后我们期待我的生活会更好，那是不可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有多少的时间浪费在负面的思考，有多少的时间我们落入那个批评性的谈话。为什么我们把每天要读的圣经、每天要替人祷告的时间用来做了一堆毫无意义的事，对自己、对家庭、对教会都毫无益处的？有些时候，坏习惯比较
们没有意识到我们要改变的话，我们就不可能，永远不可能改变。亲爱的姐妹们，全世界的妇女的地位，在过去一百年的期间，有真大真大的变化。在历史中间，讲到妇女的，足侪国家内底，妇女是无权的。当然，我们不主张这样，我们在神面前是男女平等，但是我们要承认，有一些地方，她妇女的地位是没有权利的。我起码一个，但是在华人国家和地区，我们已经没有人再可以问说，哎，妇女在教会能够成为领袖吗？大家都认同妇女在教会里面或许甚至比男生做得更好。妇女可以参与什么样的服事？不同的教派背景或者是不同的文化，可能有不一样的传统跟发展。感谢上帝，我们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最早安立母事的。我知道有一些外面的其他的教派的教会，即便列门神学，他也没有机会服务。我们在处在一个比较靠近上帝眼中的男女平等的系统里面，我们可不可以重新再看妇女在神面前的地位？最近几十年，妇女信仰的研究，有足侪学者研究伫新约圣经内底，伫早期教会历史中间，希望还原妇女在早期教会那种面貌、那种特质，重现在重现。妇女圣经的神学家指出，在经文的当中，找资料当中留下了很多的证据显示。那些妇女在初代教会里面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力。妇女在基督教的初期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。在耶稣最近的三年半中间，除了十个门徒、十个学生以外，其他的就是妇女。一群妇女帮助耶稣和他的门徒做上帝的工。当耶稣受难的时候，学生都照料了，留下来陪伴的只有那些妇女。我们可能讲过多次，三天后第一个发现耶稣复活的人也是一个妇女，叫做玛利亚。圣经内底有足侪的例讲到。妇女有足侪个内因，有足大个属灵的影响力。伊把家斯帖、哈拿，甚至拿俄鲁路德，新约的伊丽莎白、马太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、莫大拉的母亲玛利亚、多加、有基尼、吕底亚、菲比、巴吉拉，这连串的名字都是妇女的名字。在圣经里面有很重要属灵的影响力。亲爱的姐妹们，妇女需要福音。除了我们基隆区的妇女们那么有福气以外，其实在基隆这个乡区都有足侪的妇女是不听过福音，他们需要福音。我们要努力向妇女传福音，帮助她们认识神，像我们这些妇女、这些姐妹一样，直到她成为上帝国里面的好帮手，成为一个能够和一个人同工建造教会的同工为止。妇女无论在灵性上、身体上以及情感上，都有不同的需要。大家都知道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需要。因此，教会应该帮咱妇女以信仰的经历来建构、来用到、来
为父罪感。如果一个妇女在信仰上刚强起来，其实等于救了一个家庭。一个妇女如果在信仰上面坚固起来，她把这个好的习惯建立起来以后呢，你觉得妇女在家庭里面的影响力有多大？她把这个好的习惯带回去，影响她的丈夫，影响她的孩子，影响她的婆婆，影响她的夫家，影响她的邻居。所以妇女更需要在灵，不是更需要，是大家都需要在灵性上的进步。那你平时要给为着福禄的时间来祈祷，求主帮助众教会能够有一个妇女事工发展的方向，求主帮助我们要眼光能够有能力可以去关怀那些年轻的妇女，用圣经来教导他们长大成人，怎样才能够成为一个上帝眼中才德的妇女。如果许可的话，我们更要运用我们的资源去关怀那些特殊的妇女，备受家暴的妇女，未婚的妈妈，酒醉的，滥用药物的，帮助贫穷地区那些连饭都没有得吃的妇女们，她们需要福音，需要信仰上的坚固。你就尽量多说些心有一些方面的温暖。我们信仰中间有足侪层面需要改变，但今天团体内底都需要突破的层面。如果上帝正在跟我们每一个人说，我们生命当中的两只狼，如果你没有用心的去喂养那一只良善的、美善的、敬畏上帝，那么代表你就会被凶恶的、凶残的那一只狼吞噬。但是要喂养那一只良善的、美善的，是需要刻意去改变。我们可以一起勉励三个遍的，你给那里一开始对建立一个好的信用关系，我为着后一代的妇女来祈祷、来计划，我给人妇妇女的这个时间以及即时用会这个。做时间，会当继续落去。求主帮助我们不断的练习去做那些正确的事，不要再花时间去顾惜那一只邪恶的狼，愤怒、嫉妒、不肯饶恕、充满骄傲的那一只可怕的狼。如果我们这样做，我们相信上帝会把恩典福气领到我们。我们有责任去，不要让任何的负面的事情影响着我们。我们也有责任建立一个好的习惯，在生命当中结束一心的果效，是从心发出。下一位。你们选择为当下的环华裔快乐来参加今天的葫芦主会，有幸请你们勇敢来做个驾驶到我的工作，我给人们鼓葫芦时间和进步，以一切勇敢更加多的好运为求进到会来报名，努力来保守今天我们要举行的选举，愿神的灵在中间大大的运行，帮助我们能够在选举的当中，我们为了下一代的缘故，我们尽心竭力的来栽培更多的优秀的同工来建造神国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Thank you.
的立法选举吼，咱来申请名，咱来请咱的副部长来签名。基隆将会是七名。
咱请
干部就是咱希望这个，咱这边是第三个，第三个希望这个干部好一点就是。
也是你所以的道路来引导你。今仔我嘛庆幸，但无因此做主心甘乐意，求主接纳。我们的感恩祈祷，拢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圣主名来求。阿门。过
的全心者，特别感谢宜兰区敬教会牧师、甲传道师、甲师母，因为踊跃参加本次的联谊聚会，特别要感谢牧区的牧师，甲还是辛苦，而且接送咱姊妹来参加这事工会聚会，真正的聚会吼。有上帝去念起所做的工，那无变无变流，无会断灭。你的路面拢飞落来，自由。第九，2022年一月八十，其实宏教会第一摆年出席的人数是八十个，贡献是13971块。感谢你今日顺利。选出干部，有三间教会，建立教会、安南桥教会、甲安乐教会，关注处吼，有一个财务报告。感谢主吼，咱今仔日总共出席有55个人，然后咱的奉献有9650元，感谢主。感谢主啊，来来。纵容390首请起立。请坐，别过避讳。